谢谢。Run Two 的这个作品呢，如果说与乡村爱情无关的话呢，我会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作品。但是它是一个优秀但是并不准确的作品，因为从你的歌词以及你们表演的方式来讲，你们的语言不会是刘能和赵四会说的语言。没有什么事情不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，如果解决不了就两顿，这就是主人公说的话呀。他们俩是说唱歌手，你东北说唱吗？不太对吧？真的太扯了，兄弟，太扯了。可能只是他想看我们上去耍。你可以说你自己主观的感受，我们都 OK。但是你把这个事情放到一个很客观的台面来说我们的这个问题，我是不接受的。就是我们能接受你说我们不好听，但你不能说我们不对，对你不能说我们做的不对。谢谢，